那就一起来祷告。父亲，我们感谢主，主啊，你为着以下时间来探见、来去看，甚至领受主的话语，来交到主手中，求主的圣灵帮助我们，使我们今日、今天能够看到主的话语上帝一直的造就，甚至改变我们的生命，也帮助我们主，这对主平安我们的信心，能够把主的话语应用出来。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圣名祈求，阿门。今天就来到约翰福音最后一章，就是21章，来几章一来，那就是说看见约翰福音，并且要后太的鼓励，在认识耶稣，甚至也认识自家成为一门徒的身份。特别在21章，伊来的主题以爱挨骂，是耶稣们必得的一句话。那就爱明白约翰福音。当约翰写来最尾章的时候，其个意念系乜嘅？到底其个目的系乜嘅？我相信其边个两人看到一则，对在亚丢成为门徒嘅生命，里面老复发嘅主耶稣来连接在一起。喺四十日耶稣复发后显现在嘅门徒身上，留紧人同在，也准备嘅要领受新年嘅到来。也准备着要面对以后的侍奉，那一切都从约翰福音到使徒行传，该一家的连接，哎，故事该接下去。所以，我就看见门徒虽然从来都不知道，主耶稣几时要在他面前显现，但是耶稣并且让人所明白该，佮着爱敬香，而去等候，就是。其一天要出现，当其出现的时候，对门徒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做乜嘅咧？每一摆其出现，其显现边个度看，其都有一则信息而带边个度，也准备门徒领受嚟嘅信息，也把嚟嘅信息带出去变世界。所以今日我要来看呢，就约翰福音嘅时候。我就要带到一则的心情，就是以门徒的身份来学习。我就不会再看到来到家里头耶稣们必得而爱挨骂，但是看到三件事情，所以来在约翰福音第21章里面，里面准备自家成为的门徒，来去等候圣灵的降临，来去做到耶稣爱我们做的事情。阿门。所以我要在这次的分享来三件事。第一，就是讲到我们爱顺服主。所以在经文当中，约翰福音第21章6-8节，耶稣这样讲，第21章6-8节，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200舵，就在小船上把网鱼拉过来。所以在这边他的跟着你的顺服说到什么呢？耶稣一回首，就会看见两人系只渔夫打鱼捞。做乜嘅咧？喺度时候，见两人系顺服主哦。因为玛利亚记得冇上个礼拜喺广中，我哋讲到玛利亚俾耶稣吩咐而讲，而去让阿天空讲，向见两人去加利利海见嘅。所以我相信见到也顺服，就会听到玛利亚所讲嘅话。见两人去到嚟达海少。好多嘅猜想啦，可能其他人海啸觉得厄爱啊，诶打唔漏嘛，其他冇难事过哦，其他好勤力嘅哦，上昆耶稣准备辅助其他，因为其他人本身啊，其他人性格都系咁样喎，所以一啲时候佢哋遇到耶稣面出现，佢哋一打发时间，也可能佢哋系我讲。既然有啲時間咯，你趁啲錢嚟，你幫補乜嘅咧？過嚟還税啊，所啲喺度税啊，税務啊，或者還一下嘅東西啊，好多嘅細想啦。
在罗明都好，彼得爱的时候就讲来去打鱼了，佢都带到其他机长，就一切去打鱼了。所以佢打鱼的时候都出错喎，做乜嘅呢？可能后脚冇打过鱼嘛，打上万鸟喎，因为佢哋爱的时候就系蛮时间在打鱼嘅，打鱼当中佢哋都有啲电啊，有啲光线嚟啲影都唔过来，到今时今日都系人用嘅喎。所以爱的时候彼得佢哋打鱼。打唔到鱼喎，耶稣都在咯。耶稣来嘅时候，门嘅就希望捉到鱼啊，冇捉到。耶稣都落嘅讲，把网撒去右边，你就被踢错。佢就暗用左手嘅圣经讲，他们便撒下网去，就系肯定顺服。耶稣所讲嘅话，嚟得之前，呢个我就记得话，看到条路加福音第五章，而家发生暗用嘅事嘛，当耶稣去。呼召佢哋成为主的门徒嘅时候，用路加福音第五章四到十节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一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牵着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罪人。”他和一切同带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融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看到吗？你那个经历一开始耶稣呼召嘅呢时候，就系暗用嘅喎，也喺前边度打鱼，但系梯边嘅打嘅鱼躲到嘅梯步啊，一命都爱叻喎，船爱沉喎。在近百在约翰福音听书上，耶稣并且看见，佢哋所打的鱼，近百呢，喺捉到几多条嘅，过去看到啊，153条啊，你睇运作佢哋件事顺服喎，天百嘢顺服，天一百嘢顺服，天百嘅顺服过去佢哋做嘅时候，哎呀，命又烂，还稍稍穷啦，哎呀，代表嘅系一只，佢哋海啸嘅一只。门徒的生命喎，那时候唔做门徒吗？当佢过去跟随耶稣过去啦，到敬拜，佢就一样做嘅时候，佢看见一个效果唔同。嚟代表做乜嘅咧？代表从一个小开嘅开始，到约翰福音嘅意思中，佢就带到在心前就系顺服，因为主耶稣讲嘅，因为主耶稣所吩咐嘅，佢就认真做。当我要去。可以学习你的功课，成为的门徒顺服主的时候，而且看到爱那个效果，爱那个成绩是非常大的，甚至是充满喜乐的。只要我们顺服主，相信在主耶稣一边给人看见，除非他是说谋其的话，我们也做不到什么事情了，但是靠着他比较有力量的，我们凡事都能做嘛。阿门！相信你就系一只门徒应该去做嘅事情啦，我哋要顺服。当我哋系冇真正经历到耶稣嘅爱嘅嘅太嘅祝福嘅时候，顺服系非常重要嘅功课。只要我哋顺服佢嘅意思，只要我哋顺服佢嘅旨意，相信上帝一定要应作我哋嘅顺服来去成就。甚至祝福我们人，所以我们紧紧耶稣爱我们做的事，叫做圣经的话啦，叫做我们人的祷告啦，我们知道爱的他的意念，他的旨意，甚至我们做的时候能够投注喜悦的话，一天如果看到好像礼拜的当老人用经历爱的祝福，给你们祝福我153条啊，是人同埋153嘅比较，梯闸系两条船都慢喎，从人同埋两条船都慢，天一百嘅，而家就从人同埋153条，你睇下
非常非常大的啊一隻嘅啊分配，一隻就係冇有上帝嘅指引，聽一隻有上帝嘅指引，然後就係在順服之下，而看到一隻祝福都臨到啦。所以第一隻，我哋學識嘅，我哋應該順服主耶穌基督，阿門。第二，我哋看到嘅就係我哋愛愛主，啊，在約翰福音第二十一章九到十九節。第九节，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有饼。耶稣对他们说：“就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装满的大鱼共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拿饼和鱼来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那就看见出来，像耶稣并在约翰福音，耶稣出来向饼给人看见，三十号记载好代表性的一个画面。那个画面嘛，个呢，饼给人看见三十做。德人渔夫 ，the fisher of men， 爱演杂吃出来哈。第一，我看到有炭火，有炭火，有红有饼哦。耶稣讲是上帝嘅准备，上帝变嘅一只嘅机会。凡事我都能够去德人渔夫嘅，全部都系上帝在操控，上帝准备爱那个机会，准备爱那个门边啊，要去做你大家传福音嘅工作，去做敌人如鱼嘅一只嘅侍奉，诶啊，听日我哋看到其他讲哦，把鱼带过来，诶，其要吗？但系耶稣入边嘅要，喊嘅要把鱼带过来，主要讲你就系 call laborers 啊，一切同工啊，耶稣入边啊用嘅机会，我哋连留一切同工。第三则，我就看见呢，就系其有强嘅料，其欠嘅料过来，一切失喎，今天冇就跌落嚟啦。就系讲，我就忙碌，我就做过辛苦，乜嘅都好，耶稣一天要把我哋带到一集时间，就留其要一集宴席，能够休息嘅意思，留其一只同错。其有请阿廖来去参与，来一切老几识喺度就餐。因为 T C 阿廖看到嘅竹鱼哦，嚟到竹东鱼喺153条好多，做乜嘅咧？嚟到就系讲到，当阿廖喺种操作耶稣嘅方法去做，好像主殿之前要讲到嘅，从零变到153。而阿耶稣讲嚟到嘅就餐，嚟到神迹嘅凡件啊！耶稣变其他人看见嘅就系其他系一只嘅渔夫，嚟到即做人质，里面得人渔夫，继承大家背景。但系喺背景当中，耶稣把佢转变成做乜嘅咧？去针对彼得，针对彼得嘅物嘅，即系把彼得带到咩张做敌人嘅渔夫，咩张大红楼。但是成为一只牧羊人，怎么说呢？当然耶稣要做的就是要改变，要修复其的三百五人好奇妙而看见的情况提拜其当时三百五人耶稣的时候都要一只炭火，都要在火的附近敬拜，在这三百的修复看见彼得的生命呢，又是在这炭火的附近。所以咧，神迹嘅坟前空都系样，其把彼得喺三百五人当中，其用三百三十后个人先计一只嘅问题来问彼得，主要嘅就系讲，其边其过去三十就系耶稣爱其做嘅以后嘅侍奉，所以看见嚟嘅事情好奇妙嘅，耶稣
所以咧就秦歌曉啊，先見講啊，天色五隻，所以約翰福音天衣色月狀，天色五隻。他们吃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西门的儿子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问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所以在咱看见耶稣所讲的，其用来大家问题其的时候，同埋彼得嘅回答系唔同啊。一则其系用阿加贝，彼得回答系用腓利哦。阿加贝 love 爱爱呢，就系讲一则牺牲嘅爱，系为作唔假嘅嚟爱。腓利哦，系就即系兄弟姊妹，爱同姊妹啦。brotherly love， 诶，所以出嚟嗰时候，而佢看到耶稣们彼得，其后将人就讲西门彼得，而真系阿加贝艺谋，彼得都回答，主啊，以啲乞丐，以啲到危险肥料而诶，天一拜都系一样，天三拜嘅时候，耶稣都用嘅彼得嘅话，西门彼得，以真系肥料艺谋，彼得当然爱得少，都好烦啦，因为耶稣三拜问题嘛，而讲耶稣以无所不知嘅，乜嘅而都知道，而知道危险肥料而诶。所以出来喊，你看到阿加贝同埋菲利奥唔同啊。耶稣啊，借到嚟机会来去问彼得，到底而系咩比嚟得其他嘅东西更加咧来爱爱？也耶稣讲，然后多计一扎计踩上咯。师傅嘅耶稣讲，而比嚟就纯哥爱爱嘛？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喺圣经讲啊，也咩？比你条船爱艺更加深咧，而为你条单嘅事业比艺爱艺比较深咧，还是比其他门徒爱艺比较深咧？好多嘅猜想，但系艺相信最可能咧，就系讲耶稣门徒以师傅比例上，物嘅爱写东西物嘅咧，即系彼得前景讲过嘅话，彼得讲过嘛，当耶稣讲佢爱离开佢嗰时候，爱。变当时嘅时候，彼得讲话，其他人都有放弃佢，但系唔有，系有威杀命。你记得嘛？我哋讲嗰啲经文当中，耶稣问佢：真系有威系杀命咩？门徒嘅解系明教之前，而有三百五烟危喎。所以呢则都系耶稣爱对彼得所做嘅，即便佢看见喺讲喺达到喺度真正爱耶稣嘅啊。以天得当阿加贝勒，彼得艾相信爱的时候，因作以三百五因耶稣讲，其也唔敢讲，耶稣以知道艾阿加贝尔喎，竟然叫，因为爱的小剧嘅爱，含无到达爱的嘅爱，即耶稣变机会佢，耶稣修复佢，耶稣变佢知道，而系爱艾话，以天爱达到的阿加贝勒，所以第十八节佢都来啦，耶稣讲。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我实实在在的地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的地方去。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使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你看见吗？耶稣所讲的那边彼得看见了，而爱艺，而家嘅希讲，而从菲利奥到阿加贝一笪爱，当然运用爱艺嘅时候，而唔单系即系讲以牧养我的羊，去喂养我的羊。耶稣讲三拜嘛，天拜佢讲啊，大家都一齐嚟看啊。天拜讲，你喂养我的羊；天一拜讲，你牧养我的羊；天三拜讲，你去喂养我的羊。即系讲。佢把
彼得从灯楼见他看到彼得就是一只牧羊人，但是有一喂羊的羊的时候，伊听到达到一只阿卡贝勒，当伊达到一只阿卡贝勒的时候啦，一只爱啦，其中爱面对一只个效果，就是其照历史所讲啦，彼得也为主殉道，即到最尾其变当时时候，其个银佩德啊，其跳转条大把力来变当时啊，所以看见雷达即也是尊佩彼得，其修复其叫其咩停在一项，但其把彼得养到就系雷达更加完全嘅爱，所以当耶稣经历喺个眼中满眼了时候，当而爱爱嘛。眼中嘅爱系停留出来的地步，喺表在 filial 嘅爱咧，含啲我哋有暗用嘅意念，有暗用嘅决心，我哋爱爱耶稣到阿卡贝爱到阿乐爱阿爱。当然，嚟到世上嘅爱，除耶稣，我相信我哋嘅做唔到啦。所以靠着耶稣，靠着主嘅恩典，我哋一天去就向阿就爱爱，因为嚟到就系耶稣基督爱我哋达到嘅爱。所以这都暗用个爱期的时候啊，耶稣老彼得讲伊爱牧羊嘛，过后也看到彼得在自家个是写书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章，彼得前书第五章一到四节，有勿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神按着神旨意照顾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下至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哀惨的荣耀冠冕。看见吗？也是爱己做到来点，所以一点也好清楚。所以他想的时候，他也讲爱，他就做到来一点。彼得该从五音到变修复，到最尾他牧羊上帝啊。耶稣差派托付免其的权用，你得都是门徒的生命了。阿们。最后第三，我们看见耶稣对彼得所说的免其清楚看见要得跟随主的推荐，当然是门徒，我们都要跟随主，在跟随主都是要得推荐在当中，说到彼得以后其为了因为跟随主，其实我面对的效果在六面，在六面之后，耶稣也坚固的就教给人们能够就是专心的跟随其就是了，所以你是会从第十九节开始，你是会从第十九节，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使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们说，你跟从我吧。彼得转过身，看见耶稣所爱的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是谁的那个的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于是这话传到弟兄中间，说那门徒不死。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呢？所以以前就看到你的主要的耶稣要变给你看见，最重要的我就要跟随主，他什么是我就说不要理其他，但是那个每一个人能够做到自己的本分，明白来一点跟随主的时候，教会真的很准好多功哦，我就不属于搞头了，我就得去提醒，我就行了一条路时去提醒去鼓励都是了，因为宅宅人都懂得里面要去跟随主嘛，当我就宅宅人都能够跟随主的时候，来到就真的太的福建了，因为来到就耶稣我就做的三位门徒我就跟随其，当我就跟随其的时候，我就都要按用的心态就会每一时候去潜到底耶稣，我们就做些什么，阿们什么我们跟随其做什么呢？当我们在那个跟随其的话，我们也不是要真正太在意其他人的效果里面，最重要我们自己本身要做好我们自己的本分，亲眼的人的结婚来去跟随主，当我们跟随主，我们要去潜求
就是我就要露面的跟随主，到底跟随主的时候我就要做的嘛该啊，那些东西要帮助我就更加的启发到我就更加的去认识主耶稣，因为如果跟随的话一天都认识他啊，而没有跟随的三十七个人嘛，是吗？我就一天都知道那些人在露面的，我就跟随他啊，当我就认识他在嘛该的时候，我就明白接下来啊，要做的嘛该。当我就知道接下来要做的嘛该的时候，我就也要信心运作，因为我就认识他啊。所以跟随主是非常重要啊。彼得稍稍，他要稍稍不注意啦。哎，门哎一只一只露面啊，耶稣讲，老姚麦斯，跟亚麦斯啊，其他露面，其他露面。我要听，但以爱来跟随我，所以我要鼓励他时间，我就要明白来的成为门徒，我就要懂得我们跟随主耶稣。当然，到最尾的时候，也看见啊，约翰他写了在天一些诗中讲，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啊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所以约翰写的时候他讲到了，就是他证明确实耶稣该见证啊，讲耶稣该一种见证啊，是真实的了啊，耶稣真的做了这个事情。所以约翰就会加做人用来去详细来到约翰福音。第一，约翰福音该写不代表就会晒。约翰福音该晒 the end of the Gospel of John， 也带来一集就是使徒行传该回事，也就是教会历史、教会故事该回事。约翰福音该总结，约翰福音该晒，也是教会故事该回事。阿门。所以出来讲，所谓该跟随主是非常重要。因为唯有按用做的时候，我就跟随他的时候了。而看到一个故事不要停了，不要说高一集段落，但是他有技术的传下去。所以在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十节，我就已经看见了第十节中间的那开始了，记得吗？之前我就开始就讲过下来，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跌人了，他们就把船他们安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从一直开始竟然的跟随需要跌倒的时候，在耶稣的受苦帮助他了尤其是彼得到最后看到他里面把一个故事记述的下去。所以这个本书世界时候也看到彼得约翰都好他们在跟随耶稣甚至他就把这个故事带到使徒行传一个非常非常敬重的做什么呢？因为看到就是新年的年历降临，他就开始为耶稣作见证希望他就一个时候没有信靠主，没有变改变，没有跟随主相信他就还是真的成为一个好成功的党了。但因为基督徒甘心顺服爱主跟随主，神的世界也得到一个改变了。今天我们就在约翰福音看到了天意识别状在一传过后，一直走传过后那班人一照顾基督徒去订票新年的光临过后，也看到基督改变了世界。所以一只大红楼成为一只牧羊人从耶稣所爱的门徒当中成为一只非常出名的一只传道。所以这一只将几只的门徒当中过后成为一只教会。所以耶稣今日还在基督徒的改变见我们他希望看到的就是要信靠他的人愿意来去顺服他的旨意，来去爱他当然
以听日嘅话语，作日嘅旨意，跟随日嘅道路。啊，基督希望有安样嘅信徒，有安样嘅门徒。当其海啸改变一张脸嘅时候，亦看到好奇妙嘅事，能够驾着一张脸嘅生命来去成就一则非常太奇妙嘅事情啦。所以今下我哋爱做嘅呢，就系我哋爱把自己交托俾佢。彼得、约翰，而看见过后，而默默嘅跟留佢哋咯，但系我哋行出嚟行。彼得、约翰，佢哋所带兵，或者系技术传下来嘅故事，简洁危楼而。都係有人用嘅接念，我哋喺技術嘅把你嘅故事傳下去，你哋係一個 privilege， 一個榮幸嘅喎。我哋能夠變呼召嚟參與傾偈嘅施工，所以當我哋人用做嘅時候，變上帝變耶穌嚟改變我哋 ，transform us， 而看到一個效果，一個果子所得到嘅係一個非常大嘅。一直在上秋，阿们。所以今日在五旬节，五旬节当中也看见，当见到耶稣升天过后，见到去到耶路撒冷殿后十日，过后见到变充满，见到降下头，彼得降下头，三千多年信耶稣，从埃达过后啊，上千上万个人。也从犹太、从撒玛利亚、从加利利，基督嘅神状更加多嘅人先交做，几十年后先至到见下，而看到行乞还有很多人来基督信耶稣，主物嘅，就喺一个时候，一个门徒嘅顺服，佢哋嘅门徒，佢因为佢哋爱主。爱门徒该跟随，今日我就爱继续爱人做下去。知道咧，这个故事唔要停在嚟历史时代，但要继续该下去，直到耶稣再来。阿门。意外都系耶稣嘅门徒，所以我就学习嚟特别功课。今日我就要人用嘅呼召，要人用嘅接应，要人用嘅工作。就是要完成上帝变眼的人才来提升的旨意，使到天国的旨意也一样的成就。阿们。来鼓励太时间，今日才来到的时候，我们结束的祷告，结束要人用的放逸的心、渴慕的心来亲近主，来寻求主。阿们。我们人成为门徒的话，我就要学习罗命计，把你嘅福音带出去。喺种在见以前，艺术分享计一笪嘅视频六七七片地方哦。我就两手祝福嘅时话，我礼拜两手祝福嘅时话，当我就离开新堂，我就喺一开笑都喺在楼下地方，一两件罗命把你祝福来分享俾你世界，而艺都要用嘅接面咯。我哋每一时候要聆听，落面来去把你的故事讲遍你的世界上，三位门徒都系有人用啦。五旬节圣灵降临，咩边个啲丧啊？但系圣灵降临，边个啲有人用能力来准备我哋来为佢做见证。但系要做门徒，就系顺服佢嘅。爱其嘅，跟随佢嘅人，一天爱人容易做，阿门。愿上帝嘅话语来鼓励我哋，坚固我哋面嘅信仰。我哋一齐嚟祷告。父神，我哋感谢主，你嘅话语能够俾我哋看见，主你系爱我哋人嘅，而家呼召我哋，而家准备我哋成为主嘅门徒，使到我哋在行门徒嘅道路当中，继续嘅来顺服佢。爱意来跟随伊，主啊，我要求主伊帮助我哋，在领受圣灵嘅能力，
当中我就能够靠着爱大家能力来去为主来传福音。主啊，我就要把你的故事、把你的见证、技术带到来世界每一个角落头，使到每一个人有机会该来探见福音，信靠主耶稣。主啊，把我的生命恭敬的交托，主啊，求主以来来改变你的生命，合乎主你的使用。感谢主，把以下时间恭敬的交托，祷告奉耶稣圣名祈求，阿门。